朋友，你有 Clubhouse 的邀请码了吗？最近 Clubhouse 在科技圈啊非常的火，因为马斯克前几天在里面开了个房间，公开做了一次演讲，所以一下子又火了一圈。Clubhouse 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是一款硅谷最近非常火的语音社交产品，简单说就是语音聊天室，只是它现在变成了一个 App。我们学社的一个舍友呢，给了我一个邀请码，我上去体验了一下。第一天，我进了十几个房间，告诉我这个话题完全是猎奇心理，你懂的。两天用下来后呢，我认为这个产品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第一个呢，它更像是一个24小时的大会场，到处有各种主题的分会场，感兴趣就进去听一下，不感兴趣就悄悄离开。第二个呢，没什么压力，有感兴趣的就听他们叨叨，纯粹当背景音好了。但是你会感受到在连接全世界。这个产品啊，我觉得特别适合那些意见领袖，还有那些信息即可证，以及那些对陌生人社交非常狂热的人。但是在国内能不能火呢？我觉得基本不可能，一个原因就够了，监管问题。这样泛内容的音频产品，国内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核。那么国内的创业团队有没有必要去抄一个呢？做这样的产品啊，有几点是非常需要注意的。第一个，所有这类需要高质量用户支撑的社区产品啊，都需要自上而下，有一群非常强大的意见领袖来支撑早期的冷启动，不然根本玩不起来。似乎当年的冷启动也是靠科技互联网起来的。第二个呢，还是上面那个问题，监管压力。你知道这些短视频平台每家背后有多少人在做内容审核吗？第三个，你还要面对巨头们的深渊凝视，做好了是先烈，做不好是炮灰。一句话，这类产品啊，在国内要抱的大腿太多了，难呐。